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现在时间是早上的五点。今天六个优满要去考在日本当日文老师的执照。现在你们看一下优满在干嘛。問題2を始めます。いつ日本に来ましたか？去年の9月に来ました。去年って言っちゃったね。各位，你们知道考试最重要的是要带什么东西吗？笔。竟然差一点忘记带笔啊，各位。因为我们已经脱离学生多久了？现在接下来 要考试的朋友，最重要的要带笔。你要带，怕冷的话要带围巾。行ましょう。现在时间是六点。干嘛啦？这是昨天我在学习的样子，你看优马，他画我。行きます。寒いね。哇，好久没有这么早出门了，各位。六度哎。现在六度。正在等巴士的优马。来了吗？来了吗？还在学习，还在学习。快点收起来，巴士来了。大家，我们今天的早餐。嘿，我们到东京车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这一次的考试会场是在早稻田大学，各位。对，时间其实很早，因为今天是星期日嘛，所以这个巴士其实没有堵车，很快就到了八点。我们考试时间是九点进场了，九点进场，然后是大概十点开始考。今天是要去考试嘛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奢侈一点，坐计程车去，然后优马可以这样子在车里面学习。我在看着王大学。怎么样？就很伤心。很伤心？为什么？因为有很多很多不会，不会的。就算那个课本，的内容。先看好，也那个内容不一定会出现。对，而且他会用对其他角度去考你。对，所以这个脑袋要灵活啊。都是年轻学生，结果都是好像是年长的人比较多哎，大学的那个哎。沙克的各位，好怀念哦！以前我们也是有做这些东西。回到大学了，六个优马是同一个会场，34号。对，我们夫妻同一个考场。大家跑完加油吧！现在呢，我们来休息。各位，时间不够用，我跟优马呢都是后面有两排乱填，然后我再去看问题的时候，发现其实都是简单的在后面，我们前面难的花太多时间。后面超简单的。对，一共三场，一二三，第二场是听解，第三场有作文，对，吃饭吧，对，はい、じゃあです。
吃多一点肉，我们下午还要拼的。好，那要嘛，我们回去考试喽。第二场继续加油。接下来是听解。对，对，要考我们，听留学生犯的错误，然后要我们去指正，到底哪里念错，然后是错什么样的错误。对，可能尾音拉不够啊，或者是没有放那个浊音啊什么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加油咯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的试验二也结束了。然后刚刚居然遇到就是六跟优马的观众，对，留学生一样的教室里面，是可以那样。原来就是也有其他的就是外国籍的人在考这个日本当教师的考试。各位，你们听我讲，就是刚刚呢有一个问题太好笑了，就有一个人一直在那里发抖，真的很过分。因为他是要我们纠正留学生的错嘛。嗯，那这个留学生呢，他是想说，我每天早上八点去上班，毎朝の八時に出勤します，上班嘛，就是出勤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留学生他就发音发错，他就念毎朝八時に出勤します。我每天早上八点失禁，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尿意、便意、乱大小便这样子。我一直在那里笑哎，可是旁边没有人笑。因为大家拼命的找回答案。我真的觉得这一题真的很有恶意。对。阿贵呢？阿贵呢？对。对对对，真的很胡闹。那最后的哦，最后的第三个考试呢，就是比较难的，要两个小时。然后是有作文，还有一些题要你解。我们要不要再做一样的错误？不要太花太多时间在某个题目上。对，加油！来加一下糖分。有啦，我们出来啦！看后面都是人，对，大家都已经放松了，各位。我们考了几个小时啊，我们是早上的十点开始，到现在是六点，快五点了，考超久的。十六点嘛。对，各位，第三个试验呢，虽然是两个小时很多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会对很多哎，我这一考超有自信的，就刚好学到东西好像都跑出来的感觉。然后最后的作文呢，我还有很帅的语气讲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该讲的东西，把我的就在大学的经验全部写下去。你出来的脸感觉很有自信的。对，脸上了结果就是了。少的嘞。你我妈妈的。跟你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二三都很厉，都觉得很有自信。我们两个一都不行了，我觉得。对。我们的结果要等 Christmas。对，圣诞节才会有结果。那优马，我们到这个神社去拜拜咯。很有气氛哎，很漂亮哎，这一家神社。安心した。安心した。ようやく終わった。今日は酒がうまいぞ。刚刚优马就说要想喝酒了。找到本体了，好大的神社啊，没有人。轻悠悠的，超棒。看不起的奶奶。哇！神様。嗯。忙しい。忙しいように。飽きたよとか言ってるよ。多分。对。神已经听腻了。合格しますようにとは言わないので、一緒に合格することを祈りましょう、祈っ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た。一緒か。そっちの方が忙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。好，友们，那今天这个我们来考试的考执照的 vlog 就到这里了，各位。今天就是一整天来考试这样子。
两天没有影片，让大家久等了。现在お疲れ様でした。真的努力了，我们已经尽自己所能，不能合格，这个也算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对呀，虽然我们开始准备的有点晚，对，可是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放弃。想到说，就是之前教我日文的老师都是从这种地方出生，就觉得哇，很有，就很感慨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